潛力股啊，潛力股呢只啦嚇，俾大家依日雖然冷門少少啦嚇，都同大家可以講講啦。咁就叫貓眼娛樂啊，就同電影咧就有關嘅啊。內地電影票房好嘅時候咧，好多時咧佢就受投資者嘅留意嘅嚇。咁、你睇個圖都知啦嚇，用平均線嚟計咧，已經升穿咗咧就50天線啦。五十天線咧係6蚊啦，係6.23，升穿咗啦。成交咧近兩日都有上升，都有增加，同咧個成交咧，即係同個升勢咧都尚算配合。咁而盈泰咧，佢做緊咩咧？行緊三角形啊，其實嚇，咁佢穿咗三角形，咁而家爭穿咗三角形頂部啦。只不過咧，三角形嘅高點咧，佢就仲未穿。7.3毫幾啊！呢、這個咧就係重要嘅位置。咁無論如何啦，穿咗咧就有向好嘅勢頭啦。咁而咧就呢排炒內需股，佢啊同呢份嘢係有關係，因為戲院啊嘛，戲院啊同內需有關啦。咁先排疫情咧，好多戲院都冇開啦嚇。咁特別係上海啊、北京咧都曾經係唔開啊。咁而家咧就上海咧就重啟啦，啊即係解封啦，應該咁講解封。咁啊慢慢慢慢咧回復咧正常秩序啦。咁所以咧就相信咧有對呢只股份有利啊，而家大摩又唱佢話，咁頭先位朋友咧就問啦，大摩唱好李寧升70%啊嘛，咁大摩亦唱好啲貓眼喎，就覺得咧佢亦都會上升喎，咁佢八就冇咁誇張，冇70%咁誇張，佢睇8蚊啊8蚊，咁而家6.幾，仲有少少升幅，咁仲可以留意住啦，咁無論如何睇住啦呢只股份啦，就指示位可以擺2.5。底呢個三角形底部啦，5.3，甚或乎咧呢個三角形嘅頂部啦，頂部大概係5.8至6蚊到啦嚇，呢啲位度啦，睇下先啦，度一度，5.9到啦嚇，5.9或者5.3，你視乎自己風險承受能力啦，就個止蝕位咧可以擺呢度啦，咁啊搏佢咧就衝上去，即係完成三角形突破之後咧，衝上去。先挑戰第一個目標，睇個三角形嘅高位。第二個目標咧就係睇頭先講啦，就係可以參考大摩嘅睇法，睇8蚊啦。啊，呢啲就係呢兩個位啦，可以留意住啦。